目で見るより綺麗だし色がね怖いやっぱりこの横ですよね。大丈夫？大丈夫？めっちゃくちゃ。よし、ここに。はいは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.
要演示出来的结果怎么办？我还没在那边办过呢。没多少家。三个。一万来个。哦，我已经录了半个小时了。我试试。朋友，等下走。好了喽。那好了喽，咱们。不要告诉我五分钟拍出来就两秒多。老公都给你拍一个。这一盘不好看，主要是这个。所以你要练的话，就是上面的小。这里摆应该会是什么样？这么长的啊，又一个。然后刚等五分钟之后，我们在那滴，开始下一个，我们死给他们。才录了个一秒出来，才录才一秒。那我录个十分钟四秒的，啊，我们在这还会待十分钟吗？好吧。
I join you? <笑>这个，如果我们要立刻缓，不然的话，你那天晚上的话，还能在雁塘天桥那里拍一个，有没有？ 还有6分钟，来不及了。
三分半钟，看一看那里之后，就三分半钟的了，为了这4秒钟，忍一忍。对，你到时候发微头条发视频的时候，就是等着这4秒。但其实我觉得这颜色看上去很蠢，就一堆船在那乱撞，在樱花树下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，2分半钟。 这是一条河，就跟东川一样。你这种跟张琪说这是东豪冲有什么区别？不就是白云山跟东豪冲吗？ 戏谑一下，搞笑一下也罢，开个玩笑也罢，还有办法吗？全有，什么素材都有。好，10、9、8。 七、5、4、3、2、1、10、9、8、10、9、好了，真的好了，冻成傻逼了。
因为现在。